受台风的影响，可能很多观众
不一定能够赶到现场来，但是我们希望到场的观众啊，不管人数多少，依然发挥我们青浦主场上海龙河乒乓球俱乐部主场球迷的风采，能够跟我一起投入到为我们的球星加油打气的行列当中。那今天的比赛呢，将由我们上海龙腾乒乓球俱乐部来主场迎战广东深圳明金牌乒乓球俱乐部。距离比赛开始时间还有不到20分钟了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到场的所有观众，我们有一个现场观赛的规则老三样啊，总结的老三样。第一样，不管您是使用相机还是手机拍照，都请将闪光灯关闭啊，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相机闪光灯有没有关闭啊，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闪光灯容易对运动员产生影响。我也知道啊，大家喜欢捕捉我们球星啊在这个回合对攻当中的这些风采，所以请您一定将闪光灯关闭啊，不管是相机还是手机，大家请检查一下啊，谢谢你的配合。那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作为这个乒乓球的球迷，大家都知道运动员在准备发球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个时候呢，请大家要保持安静啊，准备发球的时候。还有回合进攻啊，比如说像刚刚两个人在对攻的时候，也请大家保持安静。一个回合结束了，一球打完了，我们大家可以尽情的加油，尽情的呐喊。这是第二。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我们场馆内禁止吸烟啊，这一点希望业余朋友能够注意到啊。如果需要抽烟的，走到场馆外面。这场比赛是第一阶段第九轮的比赛。现在目前我们上海龙腾俱乐部的战绩是这样的，5胜3负积13分啊，是在排在这个联赛的第四名。广东深圳的明金牌俱乐部呢是3胜5负啊，他们是积11分，排联赛的第7名。
也提醒我们到场的观众注意刚刚我提醒的几点，不管你是使用相机还是手机，请将闪光灯关闭，检查一下您的闪光灯有没有关掉。尤其是坐在内场的观众，请大家保持安静啊！在交谈的时候，因为离得很近啊，不能影响到运动员的比赛。
见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我们上海龙腾俱乐部主场迎战广东深圳林金海乒乓球俱乐部的比赛。接下来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让我们首先有请今天比赛的裁判员入场。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广播深圳林俊凯大学，年年。
好，让我们掌声欢迎许昕。大家好，第一局比赛还是经过了取得了胜利以后，希望能够今天再赢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下来我们期待单打的第二场比赛。刚才呢，也跟大家讲了，我们另外一位主力队员尚坤已经在热身，已经期待着下面第二场同样是单打比赛。
区目前啊拿下了第一名的胜利，也希望他能够延续好这么大的势头。Thank you.
深圳美女马戏九彩的电影。
给秦航们请的第二号比赛球迷，同时也将这场掌声送给刘继康，谢谢。好，现场亲爱的球迷朋友们，那我们主场也惯例，第二场单打比赛结束呢，我们进入一个球星与球迷互动的环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与我们球星互动的是一位来自白鹤中学七年级的，应该是初一的学生，是不是？七年级就有初一了。据说他是白鹤中学同学打的最好，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洪欢。啊，洪欢啊，今天呢，我们也看出我们准备球打的最好，跟你来 PK 一下啊。教导，我先问你，想不想跟谁？想着许昕啊，胆儿真不小啊！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洪欢小同学。在这个国际级裁判的主持之下，与国际级的球员进行一个对抗，洪欢小同学加油！先热身吧，好，30秒的热身时间。我们这样啊，直接进入决胜局，打7个球，好不好？回去可以教女同学打乒乓球，相信你。
Thank you.
Thank you.
吧。
Thank you.
么样？